小小兵通常穿着什么颜色的裤子呢？深蓝色。正确。建筑物顶楼周围的矮墙一般称为什么墙？女儿墙。正确。巴黎奥运羽球男子双打金牌是哪一个国家呢？领养台湾队。正确。在台湾教育当中的五育指的是哪五种？德智体群美。正确。动漫灌篮高手当中樱木花道喜欢的是谁？晴子。赤木晴子。正确。身份证上的大头照尺寸应该为几寸？两寸。正确。知名旅游胜地巴达雅位于哪一个国家呢？菲律宾。下一题。快点要退泰国。跳三正五爆红的韩国啦啦队是谁？那个人 pass pass。 下一题。迪士尼达菲熊的第一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雪莉梅。正确。麻将游戏当中唯一的绿色字牌是哪一张？发财。正确。工作上的关键绩效指标英文缩写是什么？KPI。正确。有质有量有多文出自于哪一部著作？论语。正确。中国女性服饰旗袍最早流行于哪一个城市？上海。正确。欧阳修的作品醉翁之意不在酒下一句是什么呢？在乎山水之间也。正确。相机拍摄时 F 值越大光圈越大还是越小？越小。正确。来，时间暂停。刚好刚刚那一题欧阳修他想的比较久。对，你们现在是55:63。对，如果你的关键10秒用下去，你反而领先他2秒。是吗？哦，而且问一些那种童话故事童话人物真的考不到。而且其实比起来他错了2题，他没有错，但是他刚刚在想欧阳修那一题的时候是错的时间比较久。对对，好像你看帕塔亚是哪里？我才刚去过，太紧张了。算是泰国嘛，口误讲成菲律宾。其实帕塔亚本来是一个小村庄，但越战的时候啊，美国在那边就成为一个美军的疗养地。嗯，好，那也因此呢，美军口耳相传而成名。那泰国政府后来就干脆开发，现在就变成一个度假胜地。那跳三正五爆红的呢，就是啦啦队。你注意，会念，你注意。对，其实你们都会，会跳可以加秒吗？我真的都会。你把到底把这里当做什么地方？不是，我第一次主持节目，听到有人说你叫我们主持人走开一点，然后叫他们在那里跳。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整个镜头会脏掉，是不是？我在想，真的有哦，真的会脏啊。哎，那现在其实小朋友看抖音会不会也看手机？老师自己要跳，会，还有那个烫那个烫，小朋友很喜欢糖葫芦，糖葫芦。那以前那个挖呀挖呀挖，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也有优选？小小的花园，挖呀挖呀挖。你看每一个老师都会，老游，是不是该转学了？我在努力再多升级，对不对？多升几个啊？多升几个。我们现在15题之后呢，可以换人，看你们有没有考虑要换。然后还有10秒，看你要怎么使用，或是聊一下帕塔亚也可以。后面你可以去帕塔亚有没有什么照片、啊？确定？好吧。好。那朵莉来10秒，你要加给自己还是扣他们？扣他们。扣他们。10秒。坏，我跟你讲一个好坏消息。他63扣掉变53。53。我们请扣。对。那待会。由他们先打。哇，那我们由律师转学之前可能要先撇一些了，先学费，有这个可能当学费涨起来。对，好，53:55，老师请出题。在台湾教师节又被称为是谁的诞辰纪念日呢？孔子。正确。呷哺呷哺指的是哪一种日式美食？臭砂锅。正确。在元旦出生的人属于哪一个星座？摩羯座。正确。日本第二大城横滨市位于本州还是四国呢？本州。正确。海底总动员当中的蓝刀鲷鱼叫做什么名字？多利。正确。根据儿少法保障的对象最高是到几岁呢？正确。卡通蜡笔小新当中小新就读于哪个班级？向日葵班。正确。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现在在湖人队的球衣号码是几号？23号。正确。台湾奥运得到金牌可以领取多少的奖金？2000万。正确。幼儿园设立许可证的核发单位是什么？县市政府。正确。近期中东爆发的战争是以色列跟哪个国家呢？伊朗。正确。在台湾哪一个星座的人口数最多？处女座。正确。联合国的世界儿童日是每年的几月几号？11月20。正确。台积电现任的董事长兼总裁是谁？台积电
张忠谋。下一题。台湾俗语岁喊掏斑补，大喊掏看什么呢？勾。正确。头城抢孤通常在宜兰哪一个渔港举办？乌石港。正确。港片《古惑仔》当中郑伊健饰演哪一个角色？陈浩南。正确。知名靴子品牌 Timberland 来自于哪个国家呢？美国。正确。米其林美食指南当中的吉祥物叫什么名字？时间到。比你先生，台积电现在那一起真的比较难啦。对对，因为张忠谋是他的创办人，然后他2018年退休，然后变刘德英，那刘德英2024又退休，变成现在的魏哲家，所以已经换到第三任，他难怪要想一下。欸、你那个真的，你再想一下，或者是你再多对一题，他们就输了。对，真的。对，我十万家电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有一题很妙哎、欸，我们那个全台湾星座人数最多的。对对。你感觉是用猜的，结果就猜中了。我不喜欢处女座。那你什么星座？摩羯。哎，他是元旦哎、欸，你是元旦宝宝。他就是元旦，他就是元旦元旦宝宝。你就是1月1号生的元旦宝宝。我们全台湾其实调查哈，人数最多的前三名，第一名是处女座，第二名呢是天秤座，第三名是双鱼座。哦。对，现场有处女座吗？没有。那天秤呢？天秤也没有。哦。双鱼呢？双鱼也没有，哎、欸，他们就是在打脸这个统计。没有，我讲我双鱼了，我双鱼了、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，我刚刚这才一差一点点，你看到没有？差5秒而已。对，哇，很可惜。A 组挑战失败。